看看新闻网。接下来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呢，将于13日开启。为了筹备这次出道10年的纪念歌唱，林俊杰可谓是卯足了劲儿啊！不仅是斥资了3000万打造舞台舞美效果，还在舞者的甄选上面下足了功夫。众所周知，舞者呢会为演唱会加分不少。那么这些舞者是怎样挑选出来的？一起去看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是在舞蹈教室举办巡回演唱会实现的舞蹈甄选赛。我在选这次舞蹈，是希望可以把这次舞蹈的老师跟舞者来做一个更精准的挑选。我自己认为今天的标准应该是在于不单单只是纯舞蹈，而是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怎么去吸引观众继续看下去。我觉得这是表演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块。舞者不单单要舞技好，舞台感也非常重要。林俊杰打着灯笼寻找的就是这一款。我希望这次给大家的表演是一个全新的感觉，最好听的演唱会必须要有最好的最适合的视觉效果来支撑来辅助，让演唱会看听都很感动很棒。为了找到适合的舞者，林俊杰要从海量报名表中逐一甄选，从外貌到舞技再到舞台感，每一项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甄选标准是什么？当然是林俊杰的综合舞技。看看林俊杰在舞蹈房里闻歌起舞的样子就知道，从他眼皮底下挑出的舞者那水准绝对不是一般的高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